OK 买东西的，可是你要有这本书。嗯。哦，他这边有分配的设置啊，建议了三四五六，我们六个人，所以生命数量其实会是十二，哎，一人有两命。哦，哇，我们一人一命就好了。刚刚感觉抓人也很辛苦。嗯，毕竟接大到，然后就一百分好了，嗯，简单一点。每位幻影跑者剩一技才能二十五。哎，那我问一下。我一个人用掉两命，让他变成鬼。哦，好啊。因为死掉之后，他要让你选。嗯哼哼哼哼。所以队伍是刚刚的吗？对。好。好。娘的。所以本来就会隐形吗？好像是隐游师的技能。应该是本来就有隐形吧？我看一下。还是选个隐游师，然后来赚分、嗯，因为我看他有些职业的能力就是会隐形。嗯，作为十八格那没有猎人就会隐形。啊、哦，隐游师人周围没有猎人的存在就会有隐形哦。嗯，那就隐游师人啦、啊。嗯，要从一楼抬头看。一楼吗？抬头，抬头。神出鬼没、啊，蹲下获得隐形。哦哦，所以这边是其他技能。嗯，对。你太隐藏了吧？在楼上。看一下哦。空中蹲下都可以。我的隐形在闪烁。大家都好了吗？好了。好了。啊。来。你们身上都有那个吧？棍棍有有好棍哥哥，打头棒刚还有二楼、欸、嘛，刚摔下去没有饼干吃，好像是另外一只，很可怜，刚什么都没有，好不好？身上是空的，那个真的不要到最下面的很可怕哦，真的假的？小心哦、喔！哦，这里有东西吗？因为猎人不是飞下来的，哦、對, 对对，有，所以高一点。是什么？有了啊！祭坛在这么高，我的天、啊！没有，他有很多个祭坛啊。话说豆哥，你的头靠背，这么气，实在气了，神奇奇！我的祭坛还要跑酷上来，莫名其妙啊！哎、欸，这是 bug 吗？没选到怎么了？你没选到职业吗？他有啊，应该有啊，会隐形，然后穿着一个。繁星，哎、欸，为什么不能使用技能？对啊，对话框感觉没有名字、欸。你知道用什么技能啊？对不对？没有，我刚刚他应该也会有一个预设的、欸。看到，看到，看到那边。哎、欸，我要回去。隐约有瞄到、哦。有，这里，这里。哦。瞄到什么？他们在最下面，他们在跑。他们上不来，白青，你看我是不是没有职业？哦，哎，可是你有轨迹，还是你是，嗯，还是你怎么看到我的？我现在我你没有隐形啊？对啊，所以是没有，有些职业没有隐形啊。对吗？我选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啊，吟游诗人吗？迷踪什么啊？给我的话，他会给你一个鞋子啊，你全程隐形效果，但是你会露出鞋子，不是吗？你所以你身上有鞋子？有，他连隐形都没有，那赤裸裸的被看了。到底是他是不是给道具没有设定好？哎呦，小雨、啊，哦，你是自己人哦，死了，小雨，可是他是自己人可以打、啊，自己人还可以打自己人啊！下去啊！哇，直接把他推下去啊！我以为崩溃了，要崩溃了！哎。哎、欸，我在帮你，我在帮你，我在帮你打他。我回来，我帮你打他，你干嘛？我在帮你打他。还是杀我吧。然后你杀了我之后，我重生。哎、欸，我跑，你又跑哪了？又翻新。雷达。哎、欸，你发亮哎、欸，你发亮、欸，你自己小心哦、喔。不是，你不是说你想死？哎、欸，给你，你怎么捡到我的蛋了、啊？巧克力。我知道，我刚刚才捡到的。雷达可以干嘛？发亮哦。感觉。来来来，我
我给你个痛快啊！我打你看会不会扣血？会吗？会啊！这么想死！人类帮自己太乱了！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打架打！没事，笑死！这游戏我所以我不能复活嘛，对不对？啊，你已经是两次了，没有一次啊。我看生命数变二哎、欸，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死啊，你这样死啊！我给你药水，我给你药水，九桃药水，九桃药水，好像没什么用啊。等一下，我还你是没丢到我，可是我有南瓜头在的画面在脸上，因为我刚刚用技能啊，我刚刚用技能，我应该说我买道具来用。哦，可以在游戏中直接买道具来用。对对对，可以直接买。屋子啊，只是有点问号。哎，在你头上，头上，我看到头上有一个。不要啊！没有啦，没有人。哎，脑鬼怎么那么多啦？好多脑鬼哦。这没了，我放的啊。哎、欸，其实我觉得脑鬼那有 bug 哎、欸，好像有 bug， 就是我刚刚可以一直拿他的蛋，那你还用？然后你就一直拿，然后你就一直用，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我才用一点点哦，不玩了，你就是有用啊，可以这样放了又放，放了又放的吗？对呀、啊，明知道是 bug， 然后还一直用，哇哇，哇，这个这样不行啊，不知者也告了 啊，你知道还拿坏。对呀、啊嗯。啊我要其他字他有意思。啊你选到那个啦，神鬼莫测。嗯，这蹲下有隐形的。来看一下发现。我这个游戏真的很呛欸。我忘记开麦了，然后他太多东西了。对，而且地图也很大很大。小雨小雨啊。嗨，啊哒哒哒，怎么了？边边有两个金，边边在外围。那金钉怎么不见了？被那边太久了吗？哎、欸，外围。哎呀，我现在在慢慢的。哎、我怎么拿到雷达了？啊、还是我雷达、啊？哎、欸，小雨，嗯，碎片、啊、碎片开始在放了。是我的队友还不是？不是。哦，好。我刚打错人了，我现在有点害怕、啊。哎、欸，所以现在死掉是可以复活，还是就这样当旁观啊？旁观啊，你可以点那个啊，它不是有个复活？你可以当旁观啊。所以点重生，然后直接输入指令、啊。不行，不行，不行！就跟你讲，你当旁观、啊。没有啊，他没有选旁观者啊。没有啊，他做重生跟标题画面呢、欸。啊，是小雨死掉了。是死掉了。对，小雨死掉了。嗯，是巧巧。好疑惑的游戏、啊。哦，有的游戏。玩玩别的吧。有点难理解。还没了解他的乐趣在哪里，他的机制有点困难，可能我要先研究一下才有办法玩。我们的天分不够好，我会跟不够，太麻鸡了！哇，脑鬼飞进来了！没有啊，是我放的、啊。你还放？你又在放脑鬼？你又在那边放？他自己会给？一直放，一直放，也会给？会给你又放？又放？人家给你就一定要收要放是不是？是，要使用不可以浪费。来玩别的好了。好啊，好啊，好。玩啥？临时找一个玩好的。你找一下吧。好，上个厕所。哦，好。哦，好。好。那我吃个豆花，豆花，吃个豆花，这样怎么死啊？只有你吃豆花，结果豆花是热的，热豆花不好吗？这种天气吃热豆花可以啊，可是很热哎、欸，可以，对啊，好吧，那就放凉吧，放到冷冻库里面。那变豆花冻啊？没关系啊，等你开完台，等你开完台的时候刚好啊。豆花冻好吃。版本要换吗？不用，不用，好，可以进了吗？可以进了。哦，进了。
这，哎呀，这是什么？披萨？什么披萨？哎呀，哦，这是小人国，这个啊，这是什么？没有鬼抓人啦、啊哦，我们就一样鬼抓人啦、啊，披萨鬼抓人啦、啊，披萨鬼抓人，吃披萨鬼抓人，这个最单纯了，好不好？上帝很大、欸。的躲藏方会先躲，看你就是任意躲避，但是你是用自己的 skin 就是去躲，不会变成任何东西。好，那猎人方等到30秒之后，猎人就会来抓人。好，那猎人只要碰到那个躲藏方的人，你就会直接也变成猎人。哦、自己摔死也会变猎人、哦、对自己摔死也会好掉到地面也会好、你的烟烟这么简单烟烟啊我刚去厕所回来好对好就打掉小雨女巫烟你他没听到就是反正玩家死掉他知道他知道怎么他知道他知道我有玩过所以才问你说烟啊烟没有烟啊，那你就去找人啊。所以等一下，躲的时候是生存模式啊，不，那个冒险者模式吗？对对对，冒险对哦，大家都冒险，大家很会躲。然后会有烟火，会有烟火，烟火可以挑衅的意思吗？头上会有，可以按有点用烟火，可是只有鬼抓按时间是5分钟，烟火的话就可以降低10秒钟。但是就是会 biu 砰这样子，对对吧？披萨躲猫猫来，抱歉，火焰不 lag。好，火焰，我是蓝的，蓝的，黑的，抽红的，红的。哎呦，马上要抓人了，忘抽了吗？我吗？抽蓝的，蓝的，蓝的，红的。哎呦，哎呦，剩下都蓝的了。欸、那个可以物归原处，重复使用。好，重复利用。哦，我放回去。有玩过应该比较好一点。我没玩过，没玩过，我也没玩过。嗯，就反正就躲就对了。对，反正你们就找就对了。好 ，OK， 没问题。躲猫猫 ，Go Go！ 你看不懂。可以跑喽。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可以去找。超级多。哦，飞高高了。然后我们不用蹲下 ，ID 是看不到的、嗯，看不到。哇，杰克哎、欸，一开始就是杰克。躲哪里、啊？他玩的很心机，他很阴险、欸。有人摔死了！哎呀，马上有个队友，加入伙伴喽！哇，队友加一。在那边没？我是走个楼梯，然后下去什么东西没找，我的地板没看到，他就直接判我死了。你只要碰到地板就会死掉，嗨、啊，只有史莱姆砖可以踩一下。我被碰到了，对呢，我觉得队友吓到了，我的乐视，我会被吓到的。这个队友下面可以走，哎，那这一次啊，倒灰，倒灰，救命啊！鬼被关起来了，自己爬起来啊！可以爬吗？你下面不是也是个地狱？啊，是屏障。对啊，有吗？有吗？你也摔了吗？地板门上来啊！那你怎么有屏障？啊、哦，那有传送跳台。Yeah, 哦，那除了杰瑞被抓或死，哎，过期了，我又摔死。我现在不在那边了，鬼又摔死了。鬼会无限复活，不用担心。会跑到这么高端的地方吗？哦，那个上面哦是在另一边哦，上面有个小雨啊。哦，上面有个小雨。这么高端。我刚刚想要上去，结果就这么高端小雨。哎、哦，有看到烟火的吗？还敢往下跳哦？往下跳了。哪里啊？在我这边，他刚不见了。不见了？你没有抓他？我没看到，因为我刚刚在爬楼梯。你没看到吗？你在骗人！我刚才没看到，你们没看到。我刚才没看到，这只是一根繁星。哇！小雨，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没有，因为我很努力的在跳上来这里，我很努力的在找路。最后一次。一开始的那个地方没有看到我，耶！我找到了。
圣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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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下到地板，不行，啊，不能哦，因为食物会脏掉，地板会直接死，碰到就死。哦哦，不能下到地板去，是不是？嗯，对对对对，好可怕哦！谁在找这里？难怪小雨是不是？嗯，没有人，那你交给你了。没有人，我看完了。冰箱有杰克找。我在找，我在看抽屉。烤箱呢？对对对，还可以。我去烤开了。谁烤的？谁？他已经在那个，应该是微波炉啊，那上面。微波炉上。居然烤微波炉，他找到人？没有，他没有找，他没有来抓我，他在对面看我。我在对面看他。在果汁机上面看着我，再来一次，然后就自己摔下去了。这是杰克，不，杰瑞，杰瑞在后面，因为杰瑞知道我在哪里啊，我就马上跑掉。对对对，我刚好看到他，我在当鬼前看到他，哦，就在他附近。啊，然后我们不能跑到地板上，可不可以跑到地毯上啊？啊？到地板上？